我係坦白，我又唔買六合彩，我唔諗住發達，我一生都唔賭錢嘅，我麻雀都唔打嘅，冇啊冇買六合彩，乜嘢都冇嘅。即係一個人都話佢生活平淡，啊唔需要咁多嘢，所謂恭喜發財嗰啲，我哋已經是一級噶啦。喺個香港，你想揾錢啊，你可以投資股票啊，買其他嘢啊，但係亦可以蝕到你嘅攤攤腰啊。我本身叫譚佩強，生於1928年，今年已經88歲啦。我已經退休咗成20多30年噶啦，我冇仔女，我家同老伴住啦，喺呢度已經住咗40年噶啦。我朝頭早起身啊，去晨運啦。晨運完翻嚟啊，跟住去飲下茶，傾下偈啊，咁啊去買餸啦。買餸之後翻嚟啊，就跟住啊整餸煮飯。我個月都要3000-4000噶啦，閒閒地咯，咁啊就係靠以前積蓄同埋有啲生果金維持家計咯。都11、12年前啦，佢個喉有粒嘢，即係叫做喉癌啊，成個人劏開曬，啊個全部挖開曬，就差唔多啲肌腱啊流好多血嘅，啊係就死喎翻生啊，我都已經打定輸咗啦。家算好翻噶啦，不過佢覺得隻腳冇力，出街冇出街咯。所以我即係屋企裏邊咧，成個廳咧都係種曬嗰啲咧，啲樹木花草，下一盆菜，等佢喺朝頭早喺度晨運咧，當作係公園咯。所以我夠食夠飲我就算噶啦，我冇諗噶啦。啊，最緊要啊，夠生活得噶咯。即係有錢。一個人都係啦，佢嗰兩餐上啦，都係食咁飽嘅啫，唔能夠食得多噶。瞓張牀嗰瞓半邊啫，佢唔能夠霸曬啲地方噶。知足常樂呢句啊，真話嚟噶嘛嚇，係人都知啦嚇。最緊要知足。我工作咧新年嚟啊，最緊要咧心中富有。我係坦白，我冇乜身家噶，我成日笑嘅，我開心啊嘛。